执行给市长吗？啊，对，等一下我在议会一定会做一个完整的答复。两手还搭着记者肩，农产人是战争的焦点人物韩国瑜一派轻松还原与柯文哲交手过程，就是我们在选择 to be or not to be right， 我们想要选继续卖菜，像武大郎卖烧饼，我们继续做交易平台，还是想要换更大的一个舞台。曾经是国民党三届立委韩国瑜是政治老江湖，面对政党轮替之后，民进党想插旗农产公司，拔掉张派人马，曾左右权衡是去当北农总经理还是转进科团队当顾问。反正咱们男人嘛，就投名状，我就辞职书先给你，所以任是董事会，免也要经过董事会，那这是一个决心。一纸辞职信标忠诚，让政坛菜鸟柯文哲信了。8月30号口头承诺离开北农总座之位，但到9月底却又不辞了。20号董事会后，张派大胜，韩国瑜地位更加稳固。而且依照公司法，柯文哲握有辞职信，但没有批准效力。我愿意到其他的地方服务，并不是你骗了柯市长，对吧 ？I do， 我真的是愿意，全力以赴。就这样，入土快1/4了吧？我真的希望把理想投射一些，给孩子留一个好名声。面对质询，韩国瑜人口条出色，灵活应对，加辞职珍宝张派势力，也暴露柯文哲幼幼班程度的政治判断。记者陈文台北报道。